就知道他在恶作剧。罗莉，你的高跟鞋。光着脚你也能跑出来，你还真有一套。不过以后就没有人帮你收高跟鞋了。你还好吧？来，我太过分了，对吗？坐进去了，你什么时候走？明天早上11点的飞机。其实我也考虑了很久，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才会拖到现在。我没有那么不讲理，就是因为你太会替别人想了，我才会犹豫不决的。没想到拖到最后，还是避免不了伤害。谁说我受伤了？我只是一时难以接受。你看看，到现在你还在逞强。如果我开开心心放你走，你会快乐一点吗？或许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我想做些改变，去寻找新的人生。答应我，你一定要过得比现在快乐，我就祝福你。恭喜你，你自由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我叶努力的男朋友。心里很多话想说，我和你的错。明天要不要我去送机啊？好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我很乐意啊。那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没关系，我自己会叫车。需要一直我不放心也没有用，你已经不再是我男朋友。越在乎越会彼此的伤害，这样的爱情又算是什么？爱不在怎么了？撞鞋了？喂，哎，你姐姐怎么了？你问我问谁啊？他今天不是去志凯家吗？他还说晚上不回来的。铜钱。你说什么？铜前面一个答案，你问我，那我问谁呀？
我了，我是不是太久没有教训你了？你完全忘记你老妈的厉害了，你！你爱我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然今天晚上大家都别睡了，我告诉你。又怕跟人去哟，很痛哎！哎，你这小老头子帮我什么呀你？你也不想想。自从你爸过世之后，后啊，我为了养你们，我把你爸唯一留的房子都拿去给贷款了，才有这个面摊可以做生意。我整天啊在那个面摊忙着赚钱，是朵莉从小肩负着把你捞长大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不懂知恩图报，饮水思源呢你。哎呦妈呀，那你这些话讲了1001次了，你都不嫌腻啊？嗯，好啦，我没这么烂 ，OK。我非常的清楚，你是我生母，她是我养母，养大卫生。所以别催了，我会问出原因的哈。那我去洗衣服了，嗯，记得待会儿来跟我报告，知不知道？是扎皇太母娘娘，慢走啊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姐，你要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啊，我可以帮你的。如果我不行，还有豆腐啊。姐，你说句话嘛。姐，你怎么啦？朵心，你觉得我像大同电锅吗？